分手就分手，别把话说的。
曾去。是用自己的生日写的，所以其实今天应该不是不屑纪念，反而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天，然后大家一起过生日会。那为什么选残废这首歌呢？其实因为当初就这个生日的计划叫做真心话大冒险，其实有很多写的歌啊，大家都以为在写情歌，写残废。那残废大家以为是一首情歌，其实不是，是当初我在一个颁奖礼上面，然后在那个颁奖礼上面非常的失意，非常的难过，然后我在颁奖礼结束之后，在那我还记得是在饭店的浴室里面，然后边冲澡，然后在那边有点半落泪，然后写了这首歌。其实在写的是说自己追求的一个目标一直追求不到，然后在追求那种过程的那种痛苦，所以感觉上跟爱情很像，可是事实上完全不是在讲爱情，是在讲追梦的一个过程，梦想的部分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歌曲都会让大家了解到我写歌背后的故事，那些真心话，对，还有更多是真真见血的真心话，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演唱会可以讲出来。今天晚上我们很期待，但是我们会重现当时的片段吗？对，有一些，比如说会一个淋浴街，你脱光光，然后再冲澡。然后残废的灵感就出来了。冲澡的话我不知道这边可不可以了，但是有床，因为有一些事情也是发生在床上的。对，今天在晚上的时候我就会，这等一下我们让那个记者自己问好了。两张床就表示说好像翻得还蛮严重的啦。好了，开玩笑，这个等一下让记者来问。但是刚刚好像唱到最后一句有带了一下生日的部分，还要感谢大家，要不要自己讲一下？对，其实我觉得当然今天的下午场的时候大家媒体来很帮忙，然后也是其实因为今天是生日的前一天，然后我今天办这个生日的演唱会，我觉得有趣就在于这里。其实因为我今天是寿星嘛，那我今天带出来，因为这是前面几首歌就会带出来，今天我是寿星，所以呢晚上的真心话大冒险大家也都会做，因为寿星最大，说什么都要做。对，我也找了很多自己的朋友来，然后艺人朋友他们也会来，但是你们先不要告诉他们。对，因为我相信他们明年的生日的演唱会就不敢来了。所以你确定今天晚上会整他们对不对？要不要透露一下名单有谁？像老萧他会来，然后 Lollipop， 然后我们的师妹瑶瑶他们应该都会来。对，大家都先不要告诉他们，我们会一一的让他们做一些大冒险。反正生日最大了，我们就一遍都听你了。那当然今天生日会啊，我们有准备一个蛋糕来麻烦一下。我觉得蛋糕真的别有心机啦。当然首先要庆祝你生日之外呢，也要恭喜你成我们新一代的 K 歌王嘛。那这个蛋糕呢，这个造型要由你自己来说。这个然后我要补后面那一刀。好，你要先讲前面。这个是一台跑车的造型，然后这是一台应该是我蛮欣赏的玛莎拉蒂。对，玛莎拉蒂，紫色的。对，紫色的玛莎拉蒂。所以他们送我这个蛋糕的意思是，其实我懂，不好意思，麻烦我们的 K 播客把灯亮起来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要稍稍的来做一个见证。